我是高冠列车长的109年3月11号七度站12:07重拍的是125次金黄三线抗平东的 PP 自强号，在七度站公屏上面，也有的125次金黄三线开往屏东的 PP 自强号，在七度站公屏上面。如果你喜欢片，可以帮我在里面多多点频道以及观看片。我的125次的 PP 自强号，在七堵站使用，三星康平东。吓死人！再见，拜拜。以及112次开往基隆，基隆就海先看基隆的 PP 自强号，在七堵站时。啊，鸣笛耶！再见喽！如果喜欢片，可以帮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地方。拜拜，感谢各位观看。如果喜欢片，可以帮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以及观看片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